没给我。那是什么？我有吃东西。你有吃饭肉菜哈，所以你有点心哈。冰淇淋，雪糕。这个是什么吗？车子啊。车子。你是可爱的留言员，对不对？棒棒棒。唱歌的是。你吃得下吗，留言员？唱歌在哪？没有，唱歌在那。唱歌在这边排积木啊，你把它弄倒了。唱歌在那，你去那里也可以拍。爸爸，你坐在这里拍。好。结果。结果。唱歌牌。谢谢唱歌牌。101大楼。为什么比较矮？你还没吃。因为改装了。你吃完。改装了。比较坚固。哦，比较坚固，所以比较矮，因为底下放很多，是吗？嗯。本来是这样子，两个这样子，然后变三个。嗯。我还是两个，然后变成三个。这样。哦，对，那时候很多空洞，对不对？嗯。现在没有空隙，才会坚固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的话，多一个是不是？再想一下，改了，应该这样。你看怎样？吃完再。